pla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雅妮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四月九号星期一晚上七点钟，我将在纽约为大都会棒球队一年一度举办的台湾之夜开球。当晚的比赛是对上华盛顿国民队哦。赛前将会有许多的精彩表演活动，我也将在球场举办一个小型的见面会，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，进场加油，我们球场见，一定要来哦。